婆婆劝我收养丈夫战友的两个孩子，我觉醒了书中记忆。接下来，我会为男主兄妹当牛做马，劳累一生，最后被丈夫狠心抛弃，活活气死。男主亲妈后来居上和丈夫结婚，我的儿子却成了书中反派，被亲爹送入监狱惨死。言之，他们是玉琛去世战友的儿子，人家临死前把孩子托付给了他。你要是不收下两个孩子，这让外人怎么说他，怎么看待我们裴家？那就留下呗。当真？ 那我就让人把他们给你送过来了。你们裴家都愿意免费帮别人养孩子，我又有什么不愿意的呢？那怎么是帮别人养孩子呢？那可是玉琛救命恩人的孩子，对咱家有恩的。宋妍之嘴角浮现冷笑，自己可真傻，上一世居然都没发现不对。你要对他们视如己出，可不能让外人笑话了咱家。行，既如此，那妈你一并把裴玉琛寄回来抚养他们的费用给我就是。现在家里添了两张口，总不能还跟以前一样。 虽然说省着也能过日子，但我只能保证不让他们饿死。你不说妈，妈差点忘了，这里有五块钱，你拿去给两个孩子买点好吃的，扯点布做两身新衣服，可别让人误会我们虐待人家孩子。五块钱给他们吃饭，照顾他们，还要扯布做新衣服，还真敢说。呵呵，这样说来，你做的比我周到。你带他们去买就是，送来的时候吃的喝的你也一并买过来，我肯定给你照顾好他们。你这说什么话？都一家人了。 什么都让我来做，怎么能成？你以后才是他们妈妈，你也是他们的婆婆，你还是过来人了。我相信您做的比我更好。如果您不放心我，日后他们和你生活也是一样的。裴玉琛寄回来养他们的钱，你不用给我。不行，这两个孩子必须你来养。说完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大团结，递给了宋延芝：吃的穿的钱我都给你了，你要是对他们不好，到时候我第一个拿你是问。说完。 生怕宋妍之反悔，王艳梅赶忙跑了。上辈子自己绞尽脑汁的对他们好，甚至把自己存着的彩礼钱也全部花在了他们身上，结果却让自己和儿子落得如此下场。这辈子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。表姑怎么样了？要不然还是把季川和甜甜交给我吧，我自己来养也是可以的。我不想让两个孩子寄人篱下。说啥呢？这可是我的亲孙子，怎么就是寄人篱下了？此人便是王艳梅好姐妹的孩子周巧，从小聪明。 容貌出言本是王艳梅绝佳儿媳的预选，谁知半路杀进来一个宋妍之。儿子结婚当晚，因为心上人结婚，伤心欲绝的周巧和同样醉酒的小儿子裴海发生了关系。小儿子喝醉酒，并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周巧怀了孕，为了隐瞒这件事，她只得同当时追求她的王建甲结婚，生下双胞胎后，王建不久就去世了。我只是担心宋同志有想法，对他们不好，毕竟不是他亲生的。他敢。 他要对纪川他们不好，我第一个不放过他。周巧顿时松了口气。你就是宋同志吧？两个孩子我给你送来了。纪川、甜甜，以后你们就跟宋同志生活了。他没多说，介绍完就走了，一副迫不及待甩掉拖油瓶的态度。我答应留下你们，但不代表我会照顾你们的生活起居。吃饭可以一起吃，但日后家里的卫生、洗衣洗碗你们都要做。不愿意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择离开。宋延之没有在意两人的想法，留下一句。 便离开了。哥哥，宋阿姨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啊？既然掏心掏肺，反而惹他们厌恶，那这辈子就随他们自由生长吧。已经快中午了，供销社连肉都没了，只剩下几根蚊子盘旋着的骨头，上面没有多少肉。虽然没什么肉，但是骨头炖汤还是十分有营养的，可以补钙。这骨头怎么卖？你要啊？那便宜点给你了，四毛钱一斤。宋言之没有犹豫，全要了。大米两毛钱一斤，宋言之直接买了十斤。 她看到一旁的架子上还有花生、牛轧糖，但因为价格昂贵，一般人根本舍不得吃。想着不爱吃饭的儿子，宋延芝直接买了一斤。就这么一会儿，婆婆给的那十块钱，一下就被她花了个七八块。宋延芝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，她知道丈夫肯定给婆婆每个月打钱了多少，她不知道。但小宝是她的亲儿子，自己把这个钱花在她儿子身上，理所应当。既然自己省吃俭用都会被将来的男主亲妈随手花掉，那我还客气什么？ 宋延之满满当当提着东西回家了。王艳梅先行到家，就听见儿子嚷着做饭的声音：“妈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还不做饭？你想饿死我呀？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！你但凡成气一点，我也不用总是看你大嫂脸色了。你还看他什么脸色？他不看你脸色就已经算好了。你也是脑子秀逗了，非要帮别人养孩子，自家的都养不过来呢。现在大嫂家多了两个孩子。” 日后粮食肯定也会多分点过去，也不知道妈脑子是怎么了，平时抠的要死的人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大方，还要帮别人养孩子？裴海越想越不明白。闭上你的嘴，这事儿日后可不能说。我今天出去了一趟，得到消息了，你大哥要回来了。真的吗？不是真的还是煮的呀？我打听到了，虽然还不确定，但回来应该是真的。到时候会在这边就职一段时间。他当了八年兵了。 退伍费不少，到时候你就能娶儿媳妇了。我哥可是空军飞行员，肯定能赚很多钱。那是当然了，不过这件事你可不许告诉你大嫂。接上集，宋延之买完菜回来，两孩子看见他袋子中的花生牛轧糖时，瞳孔都瞪大了。裴甜甜呆呆的盯着，眼睛像是粘在了袋子上，收不回来。宋延之当没看见，他将糖和奶粉放到柜子里锁上。我进厨房做饭了。 你们两个将屋子打扫干净。宋延芝进了厨房，开始烧水煮饭，很快就做好了一桌子菜。两个孩子都震惊了，他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能吃这么好的东西，更没有想到还能吃到肉。孩子们都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你们一会吃完饭，把碗给洗了。我一会要带小宝去买衣服。上辈子的宋延芝心疼这俩孩子，心疼的不得了，可现在却没有一丝波动。吃完饭就带着小宝出去了。 他带着小宝来到了集市，又是买衣服，又是买鞋子，又是给小宝买爱吃的，跟上辈子只想着怎么省钱的他完全是判若两人。宋延之带着一大袋东西回到家，裴继川两兄妹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很是羡慕。宋延之没多说，让小宝自己去玩，自己便进了厨房煎药。刚重生过来的他很是虚弱，所以准备给自己熬点药调理调理身子。邻居刚刚看见宋延之带着小宝买了那么多好东西回来。 这会儿又看到刚来不久的两个孩子在洗衣服，有些唏嘘不已。这小宋是怎么回事啊？人才到家没多久，就让人洗衣服了。是啊，你看那女孩子的手肿的，太可怜了。你看那小女孩，好像还很委屈呢。不会是小宋骂她了吧？听说人家还是对她丈夫有恩的，这是寒人心啊。大家看他们两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干这种活，觉得很不忍心。裴玉琛提着行李包回来了，五年没回来了。 周围的人一时之间还没回过神来。哟，这不是小裴吗？你真回来了呀！哎呦，都五年没见了，婶子差点没认出你来。裴玉琛神情淡淡的点头，他性子就是这样，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。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回来的话，小宋应该也不敢这么对孩子了。是啊，不是我说，那孩子那么小就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哎，果然不是亲生的不心疼啊。裴玉琛浓眉微蹙，他回来之前。 他妈也寄过信说宋妍之不愿意收养两个孩子，又让他寄了不少钱回来。看着院子里的两个孩子穿着很破旧，他们家属院已经很少有穿这样衣服的孩子了。李婶听到动静走了出来，看见了裴玉琛也很吃惊。乱说什么？人家小宋哪里对他们不好了？你们说的倒是好听，有本事给你们养试试。小裴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小宋他不是那种人。 宋延之刚给儿子换上新衣服，就听到动静，走了出来。一抬眸，他对上了站在门口的宋延之。小宝穿得很新，与门口蹲着洗衣服的两个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周围的人又忍不住议论起来。看见裴玉琛，宋延之表情都没有什么变化。你回来了正好，我有事情要和你谈谈。小宝，你去玩吧。小宝对陌生人根本没有任何的兴趣，连眼角都没给亲爹一下，立即就跑出去了。 裴玉琛还没来得及和儿子说句话，看人走了，他盯着宋妍之，眼神带着几分狐疑之色。以前的宋妍之看自己的眼神并不是这样的呀。两人虽然接触的不多，但到底结了婚。我记得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总是低着头，脸上带着青涩和女儿家的腼腆。宋妍之不打算多说，转身进了屋。裴玉琛微顿，抬脚跟了进去。他环视一圈，家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没什么变化。这些年我寄了不少钱回来。 难道真如母亲信中所说，这些钱都被他拿回去补贴娘家了吗？你要谈的关于两个孩子的事，不用担心，我知道。忽然送两个孩子回来让你照顾，你难以接受。不过我只答应养他们到十八岁，过两年上学后可以送他们去学校住宿舍。宋延之顿了顿，他没想到裴玉琛会先安抚自己。难道他觉得我现在的态度都是为了赶走两个孩子吗？在他眼里，我就是这么容不下别人孩子的人吗？宋延之笑了笑呵呵，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件事。 裴玉琛疑惑的扬眉：“我是想理一份离婚报告。啥？如果有一天离婚了，我得保证小宝归我，那两个孩子归你。我是做错了什么吗？”常年泰山压顶也面不改色的男人，今儿个却接二连三的被妻子的话镇住了。确实，自己是五年没回来，他有越能理解。可这开口就是离婚，毫无前兆，他一时之间也有些跟不上宋言之的想法。你没做错什么，所以我说的是以后。我现在只是为了求一个保障。 你现在收养了两个孩子，小宝却只有一个爹。我不敢保证你会不会偏心，伤害到他。小宝情况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我不想他再受到任何伤害。他这样说，裴玉琛明白了，想到了自己的儿子。刚刚看着他，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不是一个正常孩子能有的。即便是这只是第一次见面，他的心微微一悸。面对孩子的情绪，在这一瞬全变成了愧疚。如果这样能让你安心，我答应你。我出去做饭了。 话题跳得太快，裴玉琛又顿了顿。是我在外生活太久了吗？正常妻子看见常年未归的丈夫，不应该是寒暄问暖吗？他停下动作，直直的看向宋妍之离开的背影。裴玉琛换了身衣服走了出去，面前多了个小身影，是战友的儿子王继川。现在送给了他，他妈说为了不亏待两个孩子，让他们和裴玉琛姓，改成了裴继川。裴叔叔，宋阿姨没有虐待我们，小宝的衣服和我们衣服。 是我们自己要洗的，宋阿姨没让我洗，她对我们兄妹很好，希望你不要和她吵架。想来是刚刚僵硬的气氛让孩子误会了。我知道，你先在院子里玩一会，我去一趟你陪奶奶家。玉琛回来了，快进屋坐，我这就去做饭。不必，我等会儿还有事，来看你们一眼就走。听见这话，王爷没皱眉，他其实不太喜欢大儿子，从小就性子漠然。 对亲爹亲妈也热衷不起来，又想起小宝也是这样。但不管怎么不洗，好歹也是给他们陪家争光了。现在一大家子都靠着他过日子，当然要笑脸相迎了。你应当回过家了，看见纪川和甜甜没有？他们都是很乖的孩子。嗯，见过了。接上集，王爷没说起那两个孩子，眉笑眼开，好似那才是他的亲孙子，反而对宋延之和小宝绝口不提。延之和小宝这五年过得好吗？ 他打断了王艳梅的话，王艳梅微愣，<laughs> 回过神来，态度十分不悦。他们能有啥不好的？该吃吃，该喝喝。之前你让他去纺织厂上班，那么好的职位，结果他整天偷懒。要不是我找了办法，请人顶上了位置，他早就被开除了。你说谁家媳妇像是他这样，生个孩子四五年都不去上班的？他说起宋妍之来，满是不喜。这一次你让纪川和甜甜过来，他还给我甩脸色。 换着法子的从我这里拿钱，家里都要被他掏空了。裴玉琛眉头微蹙，并没有信王艳梅的话。他虽然和宋妍之相处的不多，但知道宋妍之不是那么强势的人。行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，有时间再来看你们。王艳梅还没来得及多说小儿子要结婚的事情，人就走了。他有点生气，嗯、真是个不孝子。小宝在大槐树下玩，这里是他的秘密基地。你是谁？ 你的鞋子真好看，比大壮的还好看。别跟他玩，他是小傻子。我妈说跟他玩也会变傻的。他是小傻子小宝啊，他今天怎么穿这么好了？他妈可穷了，根本没钱，有时候还要来给我家做饭，换我不要的衣服给他穿。小宝生气地瞪着大壮，这肯定是我的衣服，不许小傻子你穿我的衣服。小宝气得眼眶猩红，伸手就去抓大壮的脸。<laughs> 啊、哦！小傻子发疯了，大家快跑啊！这一嗓子把大人引来了，小宝害怕极了，跑回了家。宋延之刚做好饭，呃、就瞧见脏兮兮的小宝站在那里。这孩子怎么出去一会儿就弄脏了？怎么了，小宝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嗯、宋延之，你看你儿子干的好事，他把我家大壮的脸都抓成什么样了？小宝，别怕，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事。大壮骂。 妈，他话没说完，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儿子平时很少会和别的孩子玩在一起，我相信他不会是主动惹事的人。大姑姐，你应该先问问你儿子做了什么，再来找麻烦。大姑姐本来想着过来，宋妍之肯定是要低头弯腰的赔礼道歉的，毕竟他之前的性子就很怯弱，却没想到他一开口就是质问自己。先是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立即黑了脸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家大壮平时那么乖，从来不会惹事。 他脸都被你儿子抓花了，你瞎了吗？原先看在你是我弟媳的份上，道个歉我就不说什么了。现在你要是不赔钱，我告诉你这事没完。宋言之没有搭理他，而是从怀里掏出一颗花生糖。谁告诉阿姨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颗糖就给他。一群凑热闹的孩子眼都直了。我说我说是大壮先骂小宝傻子的，对。 还不让我们小宝玩，他说小宝是捡他的衣服穿，不让小宝穿他的衣服，推小宝，小宝才抓他的。大姑姐，你听见了吗？是你儿子先手贱的。小宝的衣服是我记得带他去买的，一共花了十块钱。什么时候成了你儿子的衣服了？你儿子脸上的那块好的伤暂且不说，我儿子的衣服被你儿子弄得这么脏，敢问你怎么赔？小孩子说的话怎么能信？这么多孩子的话都不能信，那你儿子的话就能信了？ 你要觉得你儿子脸上的伤很严重，我可以带他去检查。但我儿子的新衣服的钱你也得赔。大姑姐本来是来讨赔偿的，没想到这会儿反倒是被宋言之要赔钱，当场就急了。赔钱？宋言之，你想得美！衣服洗洗不就能穿了吗？又没有给你弄坏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儿子弄脏了我儿子的新衣服，还说我儿子捡他的破衣服穿。裴玉琛在部队混的也不差，妻儿却被他的亲姐一家欺负成这样，传出去，他这个当爹的还要不要脸了？ 周围的人听到这话也很认同，可不是？你还是当大姐的呢，怎么就这么欺负一个孩子？玉琛要是知道你这个当姐的这样欺负她的孩子，怕是心都寒了。听说她老公的工作还是托人家小裴给她找的呢。小宝一年到头就买这么一身新衣服，本来想着她爸回来了，让她穿的漂亮点，没成想却被人弄成这样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等裴玉琛回来，让他去说理去。 买衣服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这衣服绝对不会是大姑姐的。再说了，这么贵的衣服，她怎么会舍得送人？大姑姐被堵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在裴家，她不怕爸妈，但却有些害怕那个不苟言笑的弟弟。十块钱，你想都别想，我这里只有两块钱。这件事就这样了。丢下钱，大姑姐立即揪着儿子跑了。宋言之撇了撇嘴，还真是够抠搜的。宋言之谢过大家帮他说话。 还用这钱去买了半斤牛奶糖，给一群孩子一人发了一颗糖。日后要是看见有人要欺负我家小宝，记得和阿姨说，阿姨请你们吃糖。一群小孩子立即答应下来。周围的人看见自家儿子也得了糖果，觉得宋延之会做人，对他的态度越发好了。哎呀，延之你也是，这么贵的糖留着给你家小宝吃算了。客气了姐，要不是今天有孩子帮小宝澄清。 我家小宝不知道得多受委屈，那这样你没剩几颗了呀？宋延之愣住了，一回头看见院子里小宝不高兴的嘟着嘴巴，委委屈屈的站着呢。小家伙看到宋延之望着，立刻转身跑了。看样子是生气了。裴继川和裴甜甜扒着门，哎、也是一脸眼神复杂，又有些难受的望着他。不碍事的，转身朝着家门走过去。裴继川和裴甜甜忙给他让开位置。刚刚的一幕，他们当然都看见了。 宋延之将袋子里的几颗糖递给了他们，剩下的你们两兄妹分了吧。两个孩子愣了一下，不同于裴甜甜瞬间惊喜的表情，裴继川先回过神来。宋阿姨，我们不吃，给弟弟吃，他有更好的，不需要你们留，拿着。他的语气严厉了两分。裴继川抿了抿唇，伸手接住。宋延之进了屋，裴继川还没回过神来，就听见有人说：“谁说延之虐待他们两兄妹了？” 这不是对他们挺好的吗？是啊，也就颜值舍得，换做我，我可不会给他们吃糖，我自己儿子我都舍不得给买呢。可不是嘛。宋颜之来到房间，小宝无精打采，看见宋颜之进来，他立即掉头望向另一边，不看他，明摆着生气了。呵呵，这孩子，自己不都是为了他未来不被人欺负吗？小宝，你生气了？我这里不是还有糖吗？骗骗人才。 才一点点了，都是剩下的。家里还有好多呀，而且妈妈给小宝买的牛奶糖里面有花生，别人的没有哦。小宝不喜欢吃有花生的吗？如果小宝日后乖乖听妈妈的话，每天都给你吃一颗花生牛奶糖，怎么样？他一说，小宝的眼睛顿时亮了，不生气了，心里还很开心，说不出的开心。他的牛奶糖也是跟别人不一样的。宋妍之看他不生气了，帮他把衣服换了下来。 拿出去洗，心里却很沉重。上辈子小宝时常都是脏兮兮的回家的，那会儿他根本不会多想发生了什么，却忽视了。因为小宝和正常孩子不一样，即便是被欺负了，也不会找妈妈，就自己独自承受。他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失败了。 半夜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冷风从窗户中吹进。刚睡着没多久，宋延之又感觉身后一凉，接着腰肢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搂住。梦里，两条巨蟒缠住了他，任由他怎么挣扎都动弹不得。宋延之费力地挣扎着，又抓又咬。裴宇琛睁开双眼，看着怀里一口咬着自己的女人，这女人到底有多恨我？啊？连睡着了也不老实。不对，她身子怎么这么烫？不会是半夜下雨，冷气吹了进来，感冒了吧？ 裴玉琛拿了个弄了水的布贴在他的额角上。第二天，宋延之一觉睡到自然醒，身上有些黏腻。他记得昨晚上自己好像是有些发烧了，一直不太舒服。不过这会儿却感觉神清气爽，一点也没有之前生病后的虚弱无力。果然吃药运动还是很有用的。裴玉琛似乎没回来也好，最好一直别回来，直到退役拿到钱再来找自己，离婚分财产最好。宋延之美滋滋地想着，一边纠结早上吃什么。 早餐专注营养，他打算用骨汤熬米粥，虽然没有肉，但是油水足足的。再给儿子泡上一杯奶粉，煮了个鸡蛋。他也确实是没有虐待男主兄妹，除了自己特意给儿子买的好东西，吃的都是和他们一样。这个年代没有父母，寄人篱下，能吃上一顿饱饭就已经很不从了。家里缺的东西还是多，只是宋延之手上的积蓄却没有多少了。他打算送孩子去玉红班。 不仅是为了让她能提前接受教育，更重要的是自己也不能在家干坐着。她在纺织厂原本有工作的，但是后来怀孕之后身体一直反应很大，无法工作。之后婆婆就做主帮忙找人顶替了她的位置，说是等她生完孩子再还给她。谁想到宋妍芝会早产，之后身体一直很差，在床上躺了很久，还是落下了很多病根。之后她原本想去找对方要回工作的，但是对方一直各种敷衍不见她。 好在自己回来了，不然同样的苦还要再吃一辈子。这一次，这个工作我必须拿回来，即便是卖出去，我也不能便宜了外人。裴玉琛买了一包大米，提着一些猪肉以及牛奶、水果回到家，目光巡视一圈，发现宋妍之和小宝都没在，他皱了皱眉。今天早上起来才发现厨房里没有什么东西了，倒是一大股妖味，应当是宋妍之吃的。看宋妍之脸色确实是不太好，昨夜还发高烧了，但没想到竟然要喝中药的地步。 但这些事在寄过去的信中未提过。裴玉琛意识到自己可能对家中很多情况都不清楚，更不了解自己的妻儿真实的情况，心里难免也愧疚。本想和妻子、儿子缓和一下感情，但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容易。你们宋阿姨和小宝呢？宋阿姨、送小宝去玉红班上课了，还没回来。裴玉琛微愣，小宝的情况他从书信中知道一些，说好听点是脑子不聪明，难听就是傻子。 裴叔叔，我我和哥哥也能去上月红班吗？这件事要问你宋阿姨。不用问我，他们是你的养子，你做主就好。裴玉琛微顿，望着他从外面走进来。反正出钱的人是你，我没有意见。随即兜里翻出一张折叠的纸，递了过去，上面手写着：如果男方过错，离婚协议以及孩子抚养权转让。言之，你认真的呀？没错，这是之前说好的，对你没什么坏处。他伸手接过。 签了字，现在满意了吧？宋延之总算是露出一抹笑。奇怪，他竟然松了口气。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才会让他露出这样的表情？可是除了这五年自己未归家以及收养两个孩子，我应该没有任何不尽责任的地方才对啊。中午，宋延之给小宝送完饭，就去了纺织厂。小宋，你怎么来了？陈主管，我是来谈我工作的事情的。我打算将我的工作转卖出去。<coughs> 宋延之做的是会计工作，因为他高中毕业。 本来就是有知识文化的人，所以坐办公室一点都不奇怪。一个月工资也有三十五，如果可以，宋延芝当然是不想卖的。可这个工作自己不卖掉，他想拿回来却比登天还难。顶替自己上班的人叫王珍珠，是宋延芝大姑姐丈夫的亲妹妹。大姑姐家条件好，婆婆为了讨好大姑姐，就把这个工作介绍给了她丈夫妹妹，既拉近关系，还卖了王家人情。王家不知道给了她多少好处，姑姐是难缠的人。 自己要想拿回工作，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了。所以他直接找到了主管，让主管出手。主管要真拿到这个职位，肯定不会便宜别人，自己留着。果然，一听他这样说，陈主管立即眼神一闪：“小宋，你怎么忽然想卖工作了？不是做得好好的吗？”陈主管。 我不瞒你，我婆婆找王珍珠顶替了这个位置之后，她就不愿意把工作还回来。我听说她还仗着自己是个老人的身份，没少欺负新人。我实在看不过眼。宋妍之一说，主管脸色顿时沉了几分。没错，主管的女儿就是这个新人。她虽然是主管，但是也没什么实权。好不容易把女儿弄进来上班，结果整天被王珍珠欺负，这也是宋妍之上辈子听说的事情。 陈主管早就讨厌死陈珍珠了，上辈子为了女儿还上门找过宋延芝，让她回去上班。然而宋延芝上辈子要养三个孩子，加上婆婆各种借口压着她，丈夫又赚钱了，便没再纠结这件事。延之，你要是真想卖，我倒是可以帮你。你看看多少价能卖？一口价两千。这个职位轻松，工资又比普通工人高。 而且还不用加班，很多人挤破了脑袋都在得到两千。2000对于陈主管这样的家庭来说，不高也不低。宋延之完全是卡在他能接受又有些犹豫的价，不算狮子大开口。这件事你婆婆知道吗？到时候王家会不会找你麻烦？陈主管，你放心，我既然想好要卖，自然也做好了被找麻烦的打算。这件事我心里有底，你放心，只要我把工作卖了，他们王家再有本事也抢不回去。他们要是敢找麻烦， 我也不怕闹到工会去。行，那这件事就这么说好了。你什么时候来办理手续？就现在。陈主管一听，心里有些喜悦。到底是主管，办理这些事还是比较简单的。这年头，工作买卖的事情太多了，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。宋延之和陈主管很快就办理完手续。接上集，王珍珠，你来一趟我办公室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里说啊？陈主管，我家里还有事，忙着回去呢。 陈主管皱了皱眉，看了看周围好奇的人：“你确定要在这里说，是吗？”“当然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”“哎，行吧，我是来通知你，明天不用来上班的。”“啥？明天不用来上班？明天是休息天吗？”“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来上班了。小宋已经把工作卖了，今天刚办理完手续，老板那边也已经签字同意了。”“什么？”王珍珠懵了。另外一头的王艳梅来到了大儿子家。 本想来喊裴玉琛过去吃一顿，好好庆祝一番的，没想到就见裴继川两个孩子正在门口扫地。哎呦，我的继川，你怎么在这里扫地呢？是不是宋言之让你干的？宋言之，你给我出来！裴奶奶，宋阿姨不在家。裴奶奶，你找宋阿姨和叔叔吗？宋阿姨给小宝去玉红班送吃的了，还没回来。啥？玉红班？王艳梅一听这话，顿时沉了脸色。他疯了！ 那孩子是个傻子，送什么育红班？我看他是钱多的没处放了是吧？好你个宋言之，我给钱是让你好好照顾裴继川两兄妹的，现在倒是好，转身就把傻儿子送去读书了。那孩子脑子都不正常，能读什么书？这不是浪费钱吗？对了，继川、甜甜，你们宋阿姨有没有给你们买新衣服？裴继川没有说话，裴甜甜开口了。 宋阿姨只给小宝买新衣服。奶奶，我和哥哥也能和小宝一样穿新衣服吗？我可怜的孙子，这个混账东西！等他回来，我得好好教训他。走，季川，奶奶带你去买新衣服。陪奶奶，我不用了。说完，没有搭理王艳梅，转身就进了屋。裴甜甜本来很惊喜的，也想要新衣服，却没想到哥哥拒绝了。 奶奶，我哥哥肯定是怕宋阿姨知道了会生气。我和你去买，我知道我哥哥穿多大。听到这话，王艳梅更生气了。今晚上请了一些亲戚，要带这俩孩子去裴家吃饭。要是让人家看见这两个孩子穿的破破烂烂的，像是什么样子？想到此，王艳梅只好带着裴甜甜去买新衣服。裴甜甜心里高兴极了。 哥哥真是傻，宋阿姨都说了，她不会管我们，也不会怪我们。奶奶给我们买新衣服又没什么不对。可裴甜甜没想到，奶奶居然一直问哥哥，问他穿多大的鞋子，多大的衣服，压根没问自己。她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说哥哥和自己一样高，平时他们都是穿一样大的衣服的。 王艳梅对孙子倒是舍得，给裴继川买了两身新衣服、新鞋子。听裴甜甜说，小宝买了新书包去上学，她心疼的不行，于是也给裴继川买了个更贵的。无视裴甜甜期待的目光，则是在地摊上随便给裴甜甜买了一件小褂子。其实他是不想浪费钱给裴甜甜买的，不过今儿个两个孩子过去吃饭，也不想让他穿得太烂，不然王艳梅才舍不得花这个钱。甜甜，日后你宋阿姨要是欺负你哥哥，你就跟奶奶说。 知道吗？奶奶给你买糖吃。一听说有糖，裴甜甜连忙答应下来，觉得奶奶比宋阿姨好多了。宋阿姨只是给我们做饭吃，还时常冷脸，但奶奶却舍得给我买新衣服，还给我糖吃。要是我能跟奶奶生活就好了。宋延之回到家，就看见屋子里的新衣服、新鞋子，两兄妹正站在屋子里说什么。 裴继川声音中带着愤怒，看到宋延之，两人一下进了声，忐忑不安地望着他。宋延之目光扫过那些东西，大概猜到是什么，不过他也没在意。刚要进厨房准备做饭，裴甜甜叫住他：“宋阿姨，奶奶说晚上让你和叔叔带我们过去吃饭。呃”宋延之顿了顿，还差点忘了这事了。上辈子玉琛刚回来，婆婆就迫不及待的要求让我们带着两个孩子上裴玉琛的户口。上了户口的话。 这孩子就真的是他们陪家人了。他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了。虽然不用做晚饭了，但是药还是得喝的。宋延之一边熬药，一边想着自己日后能做点什么。纺织厂肯定是回不去了，我也不想回去。但不工作，即便是现在拿了两千块，肯定也不够用的。我必须要找工作，然后学习，不能和上辈子一样，全部身心精力都投在几个孩子身上了。宋延之看了看时间。 小宝还没放学，还是先去休息一会先吧。他跑了一天，确实也累了。两兄妹看着他，似乎真没打算怪罪他们。裴甜甜眼睛都发亮了。哥，我就说吧，宋阿姨不会生气的。奶奶给你买了这么多，你不要都给我。裴继川没有搭理他，而是回了房间。小宝，小宝，这是你家吗？刘老师，这是我家，麻烦你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睡过头了。客气了，小宝家长。 本来我说等等你去接他的，但是小宝自己就走了，我担心他就追了上来，没想到小宝自己就找回家了，这孩子真聪明。其实他们那里每天很多孩子家长会因为加班或者别的事情耽搁，没能及时去接孩子，有时候他们也帮忙送回家，并没什么。不过像是小宝这样下课了淡定自己找回家的，他还是头一回见。小宝之前是去过我们玉红班吗？我看他都知道路。 小宝平时都在家属院玩，不会跑那么远。今天是第一次去玉红班，那他是真厉害了，第一天去都能记住回家的路。宋延芝只会在别人嘴里听到儿子怎么回事，为什么还不会说话这类的话，还是头一回听人说儿子厉害，他心里很是开心。<laughs> 是呀，我家小宝只是不爱说话，其实也很聪明的，还知道自己回家，真是个乖宝宝。宋延芝说着，往儿子的小脸蛋亲了一口，<laughs> 小宝睫毛颤了颤。 有些不适应宋延芝这忽然的举动，因为以前宋延芝也是比较内敛传统的，从不会对孩子做出这样的举动。刘老师笑着先离开了，裴继川站在门边盯着这一幕，明明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场面，但不知为何，裴继川莫名就产生了一种向往的情绪。小宝，妈妈今天睡过头了，以后肯定每天都去接你，好不好？小宝幼年过得并不幸福，宋延之的忽视，父亲的冷漠，导致他和所有人都不亲近。 回头看，才知道他受了很多委屈。裴家人看不起他，把他当傻子对待。裴继川兄妹也没把他放眼里，见他不能上学，又不会说话，裴甜甜没少当面嫌弃他。后来宋言之死了，他又因此恨上了男主全家，成了书里和男主作对、为了家产和父亲闹翻的反派。这孩子不懂人情世故，为人心狠手辣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 家里人都是又恨又怕。宋妍之希望能改变孩子的性格，不想让他和男主作对，成为炮灰。即便是和男主相处不来，起码也不能因为自己而反目成仇。